敢不得不说，绝地求生 M 真的蛮屌的。这一次还直接找 Blackpink， 然后因为他最近也改版了，新的求生岛 2.0， 然后他整个界面也都重置了，所以除了 Blackpink 以外，你还可以看到那个他的界面跟之前的绝地求生 M 的界面是不一样的哦。你看，不知道什么左滑右滑，还会有不同的界面出现呢。然后其实我蛮好奇的，因为这边有一个亲密关系，我不知道这个亲密关系是怎么样。你可以加一个自己的恋人这样吗？然后还可以有闺蜜，还可以有死党，还有基友。我在想我的恋人，他可不可以有别的恋人？他如果可以有另外一个恋人的话，他的恋人会不会可以是我的闺蜜？哦，这样听起来其实蛮过瘾的。反正这游戏其实挺好玩的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跟那个月熙、妮亚还有小草一起玩，一起来勇闯绝地海岛 2.0 啊！勇闯绝地海岛 2.0。我靠啊！他月熙怎么那么不灵？月熙怎么那么正啊？我的天！草原应该是第一次跟我们玩这个游戏哦。没错，这个游戏我们这个游戏很厉害的哦。Blackpink 草原有没有研究啊？我是不太敢研究啦，我怕有生命上的危险。你不太敢研究，你的研究 Blackpink 不行啊，研究会很危险哦。研究还行啊，MV 不要看就好了，MV 不要看。MV 我刚看了一下，好像不太行。月熙这个 skin 应该也是蛮危险的。我这个 skin 很潮，好不好？我很性感哎、欸。口味太重了，我是扛不住。草爷手上没方向盘，是不是觉得怪怪的？没事的，我有伞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你要开车，我们去找去路，我等一下去路上找台车给你开。啊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就一人开一台啊。可以啊，我们等一下一个大车队啦。我先把车给开来。不是应该要躲在建筑物里面的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创造全新玩法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忘记我把车停在哪里嘞、欸？啊？那不是才三分钟之前的事吗？不是三分钟也太久，这个游戏是讲求速度跟节奏的哦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对啊，很棒哎、欸！没有，反正我这边有一台啦。你的司机来了、喔。Uber， 等一下哦、喔。Uber 已经到门口了。Uber 停车。我先换个座位先啊，反正那个位置是给草爷的。啊，好，这个。草爷开车，草爷开车。好，出发，出发，开车，出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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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稳，坐稳，坐稳。不会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别那么紧张，别那么紧张。我以为是扁他，原来你们是要快走。我们不给他难堪就对了啦。OK， 你要给他难堪吗？好啊，那走。他们游戏体验的哦，你这个是很精锐的。你要回去吗？他们在哪里？告诉我。这个吧。他倒了，下去！再碾他！过瘾！过瘾！撤了！打点啊！他身上会不会有子弹啊？你要回去捡子弹吗？你开车技术很好哎、欸！不是啊，你好，捡！你干啥的？为什么这么会开车啊？你怎么会开啊？好，走！右前方！谁在撞他？右前方！撞他！撞死他！倒了，舔包，又可以舔了。游戏怎么这么轻松写意啊？他开车也太强了吧？他都不会卡或者是干嘛哎、欸？不会、啊，你有料，你真的有料哎、欸！不就是一台车吗？我只能说你这个车开的是真好。上次我看到有个开车开的不是很好，叫阿森啊。有吗？有 M 六吗？这边有 M 六，你喜欢是不是？我这边还有 Scar。你要 Scar 还是要 M16？ 我要 M16。好，那我拿这个，然后我标点。黄色的吗？我是绿色的吧，原谅的颜色。幸福的颜色啦，原谅的颜色。幸福。还是一道光，就是绿光。要不要载你啊，兄弟？哎、欸，他开过头了。麻烦，学会刹车，兄弟。你刚才明显找不到刹车键，你到底要去哪？等一下啦。哦，上车！有阴影，你有感觉到阴影吗？哎，做的好逼真哦！哎，兄弟，这个是树，不要撞它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觉得我这台好像是灵车哎、欸。送你上路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怎么突然停了？可以啦，很稳呐，不要一直紧张哦。兄弟，这是树，不要紧张哦。你们还行吗？不是你老爸是不是黑鬼东啊？他是把你的刹车线剪断了、啊。为什么你们都有那么多 skin 啊？好扯哦。那当然，我是忠实玩家、喔。我是老玩家了。我们是老玩家，虽然说操作看起来不像，但实际上我们的游戏年龄是。我这个头直接被我敲破了。还有吗？还有。有 Scar， 还有很多。
人都在哪儿啊？在我这房子里。你那一栋吗？对，可是我不知道跑去哪儿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先救闺蜜，先救闺蜜。你这是武力压制吗？啊！他怎么在我脸上？在哪里？他在我脸上，他在房子里面，他在楼梯，正要下来。你出来，你跑出来，你跑出来！干你啊，臭狗，鸡巴！先来敲一下，先来敲一下龟皮的龟皮的箱子，带着我的遗物好好活下去，好吗？各位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会帮你报仇的。哎、欸，主播，你要现在播报我们情况，主播，你专业主播哎、欸，我，他直接耳麦都闭起来，屏蔽我们哎、欸，他直接偷食宿是不是啊？直接当薪水小偷啊 ？Five minutes later， 好好活下去，为什么你们还没有人死啊？你怎么出现的？你刚不是屏蔽我们了？对啊，你刚不是屏蔽了吗？怎么没有人死而已啊？哎、欸，主播该播报了，主播。我刚利用那个时间，好好又跟我的观众好好讲一下这个游戏到底有多棒啊！利用这个时间，好不好？再跟大家宣传一下《绝地求生》最近他们其实跟 Blackpink 有一个新的合作，然后在大厅就可以听到他们那首歌叫什么名字？什么 How 不是英文的歌曲总是复杂一点？什么 How I like you 吗 ？How you like that 啦？对不对 ？How you like that？然后之后好像应该会有新歌，只有绝地求生可以抢先听到的，所以如果喜欢 Blackpink 的朋友，千万不要错过啦！而且我们现在玩的这个海岛已经是改版后的海岛了，它在很多地方其实，比如说包含加一些坑啊，包含加了一些建筑物啊、房型的改变啊，所以这次的改版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错了。然后界面也弄得比较干净，我自己是蛮喜欢的。他们全部都哭了。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玩的游戏？太好玩了，好想继续玩！竟然有一款游戏，它是射击游戏，还可以跟 Blackpink 做合作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永生难忘！看听的都快哭了，我的天！哎、欸，他们现在好激烈，他们在这。哎、欸，来，他出来，他说他在你前面嘞。我在看要不要打他、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两组在打、欸，你觉得打不死他就不要打。他应该把人打完了，他应该把人打完了。他现在点包站起来看他，站起来看他。我太远了，打不到。全村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。你右边还有人，然后注意一下，先蹲下，那你先蹲下，别急，别急，好不好？对，趴的好，趴的好，站起来，看他，然后准备干啥？两个一起干，另外一个是，左边一个，点他，哦，一打一，好，没有，要再试。左边哎，人机赢了，他是人机，他在哪？人家是人机，你太神啦、啊！这样太精彩了，这样。那我们确实有三只，我抓两个。我存活时间六分钟，不知道是啥小，好愉快啊！吃到鸡了，完美的一天。OK， 拜拜啦，拜拜。